看一看啊，咱这个，看一看咱这个肉质，纯纯的都是肉啊，咱那个都是后球肉，大家看到啥，最后收到就是什么，肉质非常糊啊，咱那个是精品红肠啊，肥肉相间的，这都是纯纯的都是肉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爸爸，今天呢是11月20号3:52了啊，起床了。为了能让大家吃一口最新鲜的红肠，咱们呢还是老规矩，去工厂给大家代购当天生产的最新鲜的红肠。为了保证品质，也为了保证新鲜口感，咱们代购的全过程我都给大家记录下来，就像大家在身边挑选一样。你看每天吧，这个车水马龙的，你看这车闹心，哎，这凌晨你要是看着几辆车，还挺高兴的呢，你知道吧？最起码不那么孤单。咱现在4:15了，往工厂去。大家那里是不是这个时间段都已经亮天了呀？每一天呢有大家的陪伴，真的我就好很多。要不然的话，前进的路上真的挺寂寞的。那哈尔滨这一降温是真冷啊，这水温刚上来，哎呦，整到头吧。机长，太冷。工厂到了啊。哎，一晃啊，又一天。咱们现在已经到工厂了啊，带大家进去看一眼。你看一看，现在这个气温啊，非常冷啊，这玻璃上全是霜，咱到成品部车间了。哎，看一看这个每一天咱这个出货量啊。这还是一部分，咱们因为来的还不是够早啊，已经有这个往这个远道的已经走了好几批了，看这都是啊，这都是往市区咱直营店啊送的啊，看一看，好多啊，红肠啊，小鸡儿啊，咱这粉肠、干肠、小肚，你看一下加多少，还有松江肠，这都是往这个咱这个门店呢直营店送的，给大家看一眼新出来的这个松江肠，看一看咱这个色泽非常光亮，吃起来啊口感非常好啊，咱这松江肠的肠衣啊都是纯天然的。这个都是牛身上的拐头，所以说呢，咱这肠衣的大小啊都不一样啊，最大的有30多斤，最小的也有10斤啊，这都是熏制啊，特别好吃啊。等到时候给大家切开看一眼啊，精品红肠给大家看一眼，这个就是咱们即将收到的这个红肠啊，咱这红肠都是采用后秋肉，吃起来肉质醇香，肉香味非常浓郁啊。看一看咱这个红肠啊，一点修饰都没有，看到什么最后收到的就什么，这都是刚出来的红肠，特别新鲜。看一看咱胖乎乎的大猪蹄子，咱那个胶原蛋白啊嘎嘎多，这个筋质看一看。就这个咱新出来的这个猪蹄子啊，你吃起来那绝对是不一样啊，一点防腐剂都没有，口感非常好啊。咱这个都是咱新生产出来的啊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是鸡丝卷，这出来了之后啊，这个味道特别香啊。咱们这个一会儿等凉透了，这一批咱给大家塑封上啊。五香小熏鸡儿给大家看一眼，今天呢这五香小熏鸡儿啊，咱一共啊是200多只啊，这个是反馈量非常好的啊，就是说在咱哈尔滨呢，它这个真是也是良心价了啊，这一只啊大概是1斤6两左右。看一看咱新出炉的这个小鸡儿，这个色泽非常好啊，有亮有亮的。咱这个有嚼头啊，吃起来还是很不错的，咱吃起来啊非常香啊，掰个大腿儿，割一口啊，嘎嘎的。咱今天呢这个小鸡儿量非常大啊，有200多只啊，其中有100多只是人家团购的啊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都是啊，这还是没塑封之前的小鸡儿啊，弄出来的这个小金兔，现在正在晾制当中啊，这个肉质啊非常软嫩啊，吃起来口感特别香，看一看，咱这个陆陆续续啊，就让他们给分走了啊。咱这个松花火腿啊，外面是鸡皮啊，里面是松花蛋，这个吃起来口感是非常好吃的啊。咱这个反馈量也是非常大的，这个你看一看，咱新出来的这个东西一点添加剂都没有啊，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。给大家有家人啊，向我要这个咱肉丸子啊，大家看一看，咱这个肉丸子是纯肉的啊，你这个来点白菜啊，往里一炖，这个肉香味马上就出来了啊。你看一看，咱这个肉丸子是纯肉的，这个肉香味特别浓啊。给大家看一眼，这都是新出来的咱这个所有货品啊，刚封装完。现在啊正在称重啊，现在这个腰秤的应该是儿童肠，这一筐啊这家伙100来斤啊，这是粉肠，看一看，咱们所有的都得相称啊，这个是儿童肠，这个是啊，这面是小鸡儿，这都是新出来的，这都是咱们今天货呀、啊、非常多啊，今天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都是咱们即将给大家发走的货啊，现在初步一查就有20多箱了，今天非常多啊！新出来的小肚给大家看一眼，新出来的啊，咱那个色泽非常好啊，咱那个一点添加剂都没有，看到什么最后就收到什么，咱那个小肚啊吃起来都是大块的肉啊，非常香啊！给大家现在看到的货呀、啊，都是咱们的啊，这家伙今天20箱的，这个右侧的这个小鸡儿就有6筐，其中啊有这个130多只，咱这个是团购的啊，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哥呀、啊、要给这个员工分的啊，咱这小鸡儿也真是良心价了，特别好吃，实惠啊。给大家看一看咱这个茶肠，这个茶肠啊，这个新出来真是啊特别好啊，你看一看这两根，这个大家能看出来吗，这左面的这个是相当的粗了，这一根啊有27斤，咱这一根就是小瘦子啊，这一根啊就是12斤左右，因为刚才咱都称重了啊，今天呢咱茶肠一共是70斤啊，一会儿啊给大家切开咱看一眼啊，因为咱们啊现在代购的这个东西新鲜口感好，所以说呢这个在8个月里啊，这个不断的有家人呢、啊、反购复购，就是说还有新的朋友啊进来相信我，咱呢就是每一天这个货量啊都越来越多了，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儿童肠，这两筐都是啊，
咱今天一共是四筐，这两筐呢是红肠啊，精品红肠啊，这个是肥肉相间的，就像视频咱之前看到的这个入库的，这个不会差一点啊，看到啥就收到啥，这个都是新制作出来了之后啊，马上就给咱们塑封了，而且啊都是这个后秋肉啊，肉质纯香啊，很好吃，这两筐都是精品红肠。然后呢，这个有不喜欢吃这个肥肉粒的，咱可以这个来这个儿童肠，看这儿童肠是纯瘦肉的，看一眼啊，在外观上看呢，这个精品红肠要大于这个儿童肠，看一看它长一块啊，这都是猪蹄子啊，咱们这个都塑封完了，随便给大家看一眼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啊，这个筋质也非常厚实。咱这个来个冷盘，是不是啃一下子，筋刀的老好吃了，咱这猪蹄子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打这个猪头肉啊，这个香味更好啊。这个是正面，给大家再看一看，这都是塑封完了，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侧面，这个咱这个猪头肉你吃完之后啊，你不会骂我，非常香啊，猪头肉。这有看到咱赖了吧唧的松仁小肚，这都是啊，满满的一大筐，这少100多个。咱这个五香熏兔，看一眼，这个都给大家塑封完了啊。之前视频看的那个是新出来的，咱这兔子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正常没啥味道，但是酱制完再熏制，这个兔子这个香味就上来了，哎，非常软嫩，小朋友啊吃都非常好啊，非常适合。这个老人小孩那吃是没治了啊。看一看，咱今天呢这个兔子也非常多啊，鸡丝卷看一看，外面是鸡蛋液包裹，里面啊是跟粉肠差不多啊。咱这个大米饭焖好了，上面切两遍，再盖上锅，哎，一会儿这家伙的香味挠挠的啊。这松花火腿外面是鸡皮啊，里面是松花蛋，这个反馈啊是非常大的啊，这个好吃。这个黄油油的粉肠看一看，咱这个就是说里面都带松仁啊，这个也是反馈量好的，这是一筐多啊。咱这个小笨鸡啊，里面是锡箔纸包的，就说汤汁啊都入骨髓了，咱这个非常软烂，这个小笨鸡啊，咱这个老人吃非常适合啊。老汤火腿啊，给大家看一眼，咱这个老汤火腿是纯肉的啊，这个肉还非常 Q 弹啊，它这个涮火锅啊，这个非常好啊。今天呢工厂没有人呢，这个搬货今天都是我自己搬的，搬的稀里哗啦的，这个人呢，这要是走背字啊，真是没招啊。昨天打完了疫苗，这胳膊嘎嘎疼呢，这没招啊，都是我自己搬的，这没有人啊，一会儿那个慢慢整吧。今天呢咱这个货量啊非常大啊，这个是我代购以来这个货量最大的一次，正好呢又赶上咱工厂啊今天没有人，都出去送货去了，因为这个咱全市啊他这个直营店也非常多，要货也量大，然后呢今天就赶上了。这些啊现在都是我自己搬进来的啊，咱现在这个都亮了，平时啊这还没亮的时候咱都已经分上货了，都分20多袋了啊，现在完了，今天啊这个注定要晚呢。现在是7:10，外头天已经亮了啊，咱这个已经分下去4箱子了，现在这些给大家看一眼，这个都是家人呢、对我满满的信任啊。咱哈尔滨有一个大哥啊，就是说也是做企业的，在咱本地啊也是货选3家啊，选了很长时间，最后啊选择了咱们啊。给大家看一看咱打完折的这个小鸡啊，在哈尔滨来说也是最便宜的了啊，这个大家可以问一问这个大哥，这个大哥啊给员工发福利啊，一共要了136只小鸡，看一看这个都是啊，咱这个小鸡啊吃起来非常有韧性，咱这个松香肠就有27斤，给大家看一眼，这个肉质非常紧，这下刀很吃力啊，咱这个茶肠切完之后它这个味道啊非常香，这个茶肠是俄罗斯的工艺，看一看它这个都是肥肉相间的啊，咱这茶肠你要是来一个冷盘或者是炒一个菜吃起来特别香啊，咱这边切完马上就给大家塑封，这企业大哥要了136只，然后咱现在正在清点啊，这个都是五香九分鸡，太阳都出来了啊，一会儿给大哥查完数咱就完事了啊。你看一看今天啊咱是24000块钱的货啊，非常多，今天这个要啥都有啊，给大家看一眼咱这个套餐，这个套餐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啊，这个一桌子啊，咱这个桌子也是很大的，你看几乎全都铺开了，咱有先吃的，咱有先吃的有后吃的，你像这个小肚啊，这个鸡丝卷、粉肠还有这个松花火腿，这个都是先吃的，这个就是说两口人啊一个星期也能吃没，咱呢这些都是可以冷冻的，小鸡儿还有这个精品红肠、猪蹄子，咱是干肠还有茶肠，这个都能冷冻啊，咱茶肠啊也是这个先吃的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个就是咱套餐，这个呢就是咱215的这么一个套餐，因为有称重的嘛，所以说呀、这个相差浮动就在10元左右啊，咱们啊要什么的都有啊，看一看咱这个全是红肠的，然后红肠和干肠的，这个就是一份的啊，这个满满的里头啥都有啊，红肠啊咱就有10袋，这个大哥就10袋啊，咱10袋啊大概是多少钱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是要的这个东西啊，看一看，然后呢咱啊赠了他3个松花火腿啊，赠3个，因为他这个满200嘛，咱就赠，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它已经超过600了，咱就赠3个，看一看这个就是每一个都给它贴上价签了，每一个因为可能是人家回家需要分啊，咱就是说这一盘这样还行，要是单单这样真整不起啊，你看一看这些都是啊，猪蹄子有吃好的，然后呢这个小心兔，哎太多了，咱今天这个货量是相当大了啊，24000多块钱的货。